啊，这五百，这边很久没有来了。这个之前来是大概一年前的事情，很久没有这边钓场。那这边变得如何？那时候来的时候水很小，然后钓得不好。今年再来看看吧，那时候也是差不多。 这个时候是枯水期的时候来钓，不知道变得怎样。好，OK， 看这个情景不太妙，很多小鱼哦。小钓半小时没有讯号，赶紧的换位置，快点！还有鱼的鳞片，看起来是鲤鱼跟乌龟鱼，也不知道是网的还是钓的，没有什么讯号了。 谢谢你的效果让你不好啊，四五百，上班前小钓，我今天钓况真的超差的，跑了两个地方，又跑到这里，还是不太咬，可能真的被抄到烂掉了。OK， 之前有看到外头这么网，好啦，希望大家能够维护就维护吧，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